各位好，今日是四月一日愚人节，今日跟大家讲很多愚人的事件。这些愚人事件呢，你如果不看清楚，将会是会输到你一扑一落的。第一件愚人的事件，今日香港开放的天空解散以前的是这个的是禁制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啦，因为我们疫情是会是减少了啦。